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哪里在指挥？不知道。就算我是个罪犯，我也要知道我到底是谁。啊，你认识我吗？也怕找错了，对他们又会造成一个第二次的一个伤害。我总觉得比他们低一个层次，我是活在阴影里的。都有名有姓，我就没有。2020年10月30号，一名神情恍惚的男子走进了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城南派出所的接处警服务中心，值班民警蔡建忠和傅旺特接待了他。因为我没有户口，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然后连个身份证都没有。这名男子的话让值班民警们感到惊讶，因为这名男子对于自己的基本信息一无所知。哪里在指挥？不知道。父母亲名字知不知道？这个没有印象了。其他人，比如说你老乡什么的，这边跟你以前从认识的人有没有啊？男子身材高大，着装整洁，并不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他讲起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眼神里充满了迷茫。能不能帮我就是找我家里边的人，找回自己的一个身份，他也比较迫切。经过一番沟通，两位警官了解到，这名男子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小张，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怕，那我没有身份证，就是派出所会不会抓我？那我以前有没有犯过什么罪什么的？小张说，多年前他头部受伤，导致记忆力不断减退，但自己为何受伤，他始终记不起来，所以他担心自己有一段难堪的过去，不敢求助于公安机关。因为我怕突然之间走在街上面一回头，我不知道我就说要干嘛，我要去哪。思前想后，小张才鼓起勇气到城南派出所求助，希望民警可以帮他找回自己。就算我是个罪犯，那么我起码我也要知道我到底是谁。那我就是反正鼓起勇气就是去派出所了。小张说，他的潜意识一直告诉他，绍兴肯定不是他的老家，但是他为什么来绍兴，他也记不起来了。老家的话会不会讲？我现在说的基本上就是这样。跟小张交谈后，蔡警官和副警官没有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帮小张寻亲对两位警官来说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我从警以来碰到一个最难的寻亲的一个案例，因为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线索可以着手。小张说，这几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别人知道他的秘密后在背后议论他。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就是我大不了表现的就是说可能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小张说，最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的记忆力还在减退，或许某天他会彻底忘记关于自己的一切。当时到我们所里面流露出来那种无助啊，其实是深深的感触了我。应该要帮他，这样的人呢，不帮他了，他说实在的了，对他的下半生是没办法什么的。面对一无所知的小张，民警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就是人像比对。一个比对，我们这里像素低啊，那不能确定。原以为通过人像比对可以很快锁定小张的身份，但是让两位警官没想到的是，在浙江省范围内没有找到与小张相似度超过60%的人，比对失败，一点线索都没有，根本就是无法着手的。然后当时也比较着急，同时也觉得没有下手的一个途径。通过走访，两位警官也没有获得太多有用的信息，所有的线索中断，难道就没有办法为小张找到家人了吗？蔡警官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些皮是大家聊天的时候他们那个本地话蹦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特别亲近的？
反正山东话我也能听得懂，河南话我也能听得懂，安徽话我也能听得懂。四川和云南嘛，就是偶尔听清楚两句嘛。那四川和云南那边的话，跟我们这边的话差距很大的，他们那边。小张的回答让蔡警官看到了希望，他继续追问小张的生活习惯。那平时吃不吃辣？还好，一般。口味是偏甜还是偏咸，或者是普通的那种口味？这个口味我也说不上来，你具体的，反正基本上吃嘛能吃点个小微辣的吧。螺蛳粉啊这种的，这种不，这种没怎么吃。通过小张喜欢的饭菜口味，两位警官把范围缩小到安徽、山东、河南三个省，并继续从小张的饮食习惯上寻找线索。吃米饭呢还是吃面食？感觉是应该是吃米饭的。山东和河南都是以吃面食为主的省份，而小张的饮食主要以米饭居多，这让蔡警官进一步缩小了寻找范围。通过一上午跟小张的详细沟通，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蔡警官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他的就是偶尔有些话他是有点像安徽口音。绍兴市外来人口不少，而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也有一项规定，每位社区民警每月要入户走访60户人家，所以蔡警官和副警官对辖区内群众的生活习惯、方言口音等都有一定的了解。正是这样的熟悉和了解，让蔡警官有底气来锁定小张的家乡范围。我们这边安徽的老乡比较多，所以说碰到的也蛮多的，就有几句从他们的口气上面来看还是能分辨出来。搜索范围锁定到了安徽，蔡警官决定再做一次人像比对。为了使比对更加精准，两位警官把小张的照片送到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因为我们的腊青卫权限都是分好的，像我们派出所的话，它这个权限可能比较低，所以说就是做不出来。一下子也是来找的，因为这个数量大数据吧，数量太大了。经过一周的等待，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传来了好消息。跟安徽的寿县一个姓贾的一个小伙子是就是很久以前十几年前的一张照片比对上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有一名叫贾昌磊的男子，在十多年前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户口呢已经被注销掉了，他家里面人也到处去寻找，一直没有结果，然后以为可能这个人已经是不存在了。贾昌磊的照片与小张的相似度为96%，得知这一情况，蔡警官立即通过寿县警方拿到了贾昌磊舅舅的联系方式，并立刻联系到了他。他们以为我们是捏造这么个一个事实，来去诈骗他们啊。我总觉得比他们低一个层次，我是活在阴影里的。都有名有姓，我就没有。贾昌磊的家人说，贾昌磊是高中毕业后就去绍兴的一家食品厂打工了，但是2008年之后，贾昌磊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到绍兴来过好多次，一直也找不到嘛，然后以为他已经不在世上了。贾昌磊已经失踪多年，家人也向公安机关报过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家人早已放弃了寻找。而蔡警官的这通电话带给贾昌磊家人的不是惊喜，而是质疑。我拍照片的时候还把我们的那个有警察的那个标志的了，还故意给他拍进去的，因为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贾昌磊的家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约好第二天跟小张进行一次视频见面。第二天一早，小张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等待。太激动了，我现在因为第一次，就是我想看看你认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出乎意料的是，贾昌磊的舅舅似乎无法确定小张就是失踪多年的贾昌磊。你什么时候啊？经常跟你妈妈经常跟你舅舅家，还记得吗？你一个表哥，一个表妹。这时，贾昌磊的母亲出现在了镜头前面。
像很像，像是很像。你又是不遵守啊？我是这样，你知道吗？对于电话那头连续的追问，小张根本没法回答。我怎么觉得没有多少印象？小张压根儿认不出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谁。贾昌磊的母亲对小张好像也很陌生，他只能不停地询问小张还能不能想起以前的事儿。我这么说吧，我比谁都急，我比谁都急，我好几年就已经开始在找这个了，就是我的记忆力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有好多事，你现在问我前几年事情，我都不一定能记得清楚。这一次视频认亲以失败告终，满怀希望的小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情绪瞬间跌入谷底。反正拍了我一下，然后就是说我们会帮你找的。我说实话，他说这句话，我因为我真的也没有听过别人来对我说这句话。究竟小张是不是贾昌磊？是不是因为小张这十几年样貌发生了变化，所以亲人才难以认出他来？蔡警官觉得还可以做最后一次尝试。寻亲找出来的话，对他们又会造成一个第二次的一个伤害，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一个DNA 的一个比对来确认他们的一个真实身份的一个确定。两位警官提出给双方做 DNA 比对，这让小张重新看到了希望。一周后，小张接到蔡警官的电话，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比对上了，我说实话，听到这几个字，如果说用电脑来形容的话，就是直接就宕机了。小张确实就是失踪多年的贾昌磊。听到这个结果，小张立刻赶到了城南派出所。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已经找到了，好不好？恭喜你。听到找到了，小张瞬间泪如雨下，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着蔡警官的手，低头痛哭。你现在什么个想法？你想看看我妈妈。想看看你妈妈。蔡警官马上拨通了贾昌磊母亲的电话。接下来我让小伙子跟你视频聊天一下，好不好？好好好。贾昌磊的母亲一看到小张也泣不成声。我找了你那么久。那奶奶可能去了吗？去了安徽好几次，但是我不知道在河北什么地方，我怎么回去啊？小贾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嚎啕大哭，然后他母亲就是哭作一团，恨不得从那个屏幕里面大家能拥抱在一起。时隔多年，他们母子终于相认了。我回来，妈妈带你过什么了？那个给你来哈，给你出门洗一澡，舅舅带你洗一澡哈。啊！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记忆有点混乱，你放心，我会回去。小张终于找回了自己真正的名字贾昌磊，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可由于他没有身份证，无法做核酸检测，所以并不能立刻赶到安徽。于是蔡警官和副警官联络好他的家人后，亲自送他回到家乡。其实我一夜都没睡着啊。都在想些啥？既紧张也兴奋，也比较害怕。今天估计也睡不着了。因为今天呢，遇见亲戚朋友都赶到了。他们在家里面肯定在等你呢。一路上贾昌磊很沉默，虽然一宿没睡，在车上他也没有睡意。上车的时候我就想怎么要走五六个小时，但是真正就是到达家里我又怕。经过六个小时的车程，贾昌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安徽省寿县，家里的亲人也都早早来到村口等候。
等到我下车的那一刻，拥抱的时候，反正这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反正挺委屈的，说实话。为什么是不是别人可以拥有妈妈？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么多年是不是才找到的？看着眼前苍老佝偻的母亲，贾长磊其实感觉很陌生。而母亲把头深深地埋在贾长磊的怀里，失声痛哭。失散13年的儿子回到了他的身边，失而复得之后的珍惜，总是带着说不出口的歉疚和庆幸之余的心酸。母亲连拥抱都小心翼翼，又格外用力。能够找回儿子，贾长磊的母亲对两位警官无比感恩。给你们，一个人把儿子给你送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今年以后，你们都一家人团团聚聚的，是不是？哎，以后都是好日子。春节过后，贾长磊再次回到了绍兴，他特地来到城南派出所，向两位警官表示感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蔡警官是帮我找到给我第二次生命的人。蔡警官反正算是我在绍兴的亲人吧。对于贾长磊和他的家人来说，一家人团聚是多年来的心愿，如果没有民警的帮助，他们还分散两地。也正是蔡警官和副警官这样热心又有责任感的民警，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那我老爸说了一句，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他说你凭什么写你的名字啊？这房子我买来的，我自己的房子，父亲他的钱，哥哥把租给。土地证是我父亲的，一直以来我16年办的都是我父亲的名字。他也就是吃亏我了，房子他反正千方百计能弄得回去就最好了。